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早上一觉醒来，发现，哦吼，下午去北峰了。我搜了一下那个美团，发现还有一家披萨可以点，所以我今天点了份披萨，然后成都点饺子、屋头的鸡块，然后还有一根最后一根烤肠。话不多说，走。先来一口烤肠。中午点的是凉皮芝士，所以看起来还是可以哈。我是西安熟的哈，含苞。主要给我女朋友留的，那吃这一块已经够了。